高达四只蜜蜂存在，太可怕了吧！这鸡腿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煎下去？还是它在上面盘旋会有花蜜，这样子鸡腿就会甜甜香香的。为什么要在露营的时候全副武装？因为刚刚五分钟之前呢，有一群蜜蜂来，那我们怀疑它会喝茶叶，对，我要趁蜜蜂不在的时候喝茶叶收割。你看，刚刚它们骨子里面狂喝这个茶，大家知道这个茶是什么茶吗？这是什么茶？经过蜜蜂认证。对，蜜蜂认证，所以倒掉之后，蜜蜂真的就不来。哪一排的茶叶这么厉害？这个。你该不会有接这叶配？没有，这叫做日月潭红茶。日月潭红茶，日月潭红茶，闻闻看，多香！闻闻看，打开蜜蜂又过来了。来，你闻闻看，你觉得香吗？香。怎么形容它？有一种韵味，清新香甜。它有一种韵味，什么韵味嘞？怀孕的韵味。你的蜜蜂都来认证了。好茶，古敏香鸡腿，现在目前有两只。那我们鸡腿好了吗？应该快好了。那我关火吗？好，把火关起来。对啊，它一直在那上面的香气飞来飞去。哎、欸，你听到没有？哎、啊，小心小心！好痛！我现在安慰你。导演他刚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他也不压到你。他刚踢到你之后，然后宁愿自己跌倒，他也不压住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感谢你有这样的主人。哇，你们真的把家里的小床带来了，你呢？那是可以移动。对，它是可以移动。哇，导演，你要跟他一起进去吗？露营点心时间，请问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做珍珠的部分，会让你永生难忘的珍珠，就是你吃了就会永生难忘。因为我自己煮的，也不知道状况会是怎么样，所以刚刚在网络上有稍微看了一下最简单的珍珠。对，这永生难忘是大好或大坏，就是看成果了。啊，这个哈、哦、黑糖，然后台湾版的，先不用买日本，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所以我就想说先买台湾的。日本卡布素薯粉啊，这个去烘焙材料确认一下比例。对，黑糖半杯，水一杯，水一杯，水一杯，开火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是要说半杯，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上面写红糖，为什么是黑糖？因为台语叫做欧藤，欧欧欧欧欧欧欧，像静音黑糖欧糖，都感差不多的。这解释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烦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素薯粉还没有准备好，好呀，请人救援。啊，我要放在哪里？素薯粉的杯，你要跳一下，不好捡。你两个小孩突然很安静。我其实现在表演是什么？叫特技。怎么样的特技？让小朋友安静的特技。两杯素薯粉。有大滚的吗？它大滚之后才能倒进去。其实我现在很想睡觉，我还要因为观众要求来教大家怎么做珍珠。哪个观众？三个观众现在很专心的看。对啊，他们是我最好的观众。干嘛晒？快速搅拌。小兵，你要赶快快速搅拌。快速搅拌，快速搅拌。我快不了啊！要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求救！那个求救！小助手，求救！小心，这会烫。对，要用手啦。很像，很凶哎！你手是不是很烫？帮我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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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刮，很烫，对不对？有点冲。我等一下，我用手。我刚刚会烫吗？会，跟你在讲解片。哎，影片说要用左手还是右手？都可以啦，只要是手都可以。不是，我你顺着。他说：“好，你过来，使劲的过来这边，过来。Yeah, 所以你要揉到他没有那个。”他说：“会越揉越光。”有哎、欸，光滑之后，
现在开始一小球一小球，变成你心中的小珍珠。一个小时后，终于，我看这些要是钱多好，珍珠，现在要下锅煮，煮20分钟，焖20分钟。要比温差多，等一下。深夜食堂，哈哈！我现在要做的是葡式蛋挞，烘焙材料行就买得到的这种。啊，如果你时间自己有闲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那个全联还是什么，可以买一张的，然后自己滚啊，怎么滚？上网自己看。两颗蛋 ，OK， 搅搅搅，就塞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个就不要它，再见。糖。鲜奶油下去，牛奶继续搅，我需要搅拌器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回来了，我有借的，跟谁借？他，借对，到八分满哦，看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分满，加油。加热180度，12分钟。然后露营做甜点，还没有踢到就开始。12分钟来了，是云是泥，各自休息。哦 ，Oh my goodness！ 外表看似云。骄傲的脸，骄傲的脸，内表却是你。我今天做了一天的东西，只有蛋挞是成功的，还有我的珍珠，我白饭煮成粥，各位请享用。好，一气呵成。这是来自我双手，都吓到失手手了。美丽的蛋挞。